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豆师里郭泽亨太平爵士，来自这个漂亮的吉打州，有稻米之乡之称。一个人成功的话呢，这些努力啦，这些遇到什么挫折啦，这是肯定有的。所以在这边想跟大家分享比较额外特别一些的见解。你要成功的话，你一定要对这个梦想有很大的欲望跟渴望，才会促使你有动力去推动你去完成这一个目标。首先我就是设法呢，就是要让公司的这一些同事们能够跟我和睦的相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第二就是呢，我会设法呢让顾客喜欢我，这是两件很重要的事情。那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呢，就为自己的公司 ADS 这间公司写了一个新的这一个软件取名为 LinkedIn。 我很想感谢的就是呢我的家人，我很庆幸我的父母是一个非常开通开明的人，每当我要去做一些新的尝试的时候呢，他们永远都会支持我。接下来也非常感谢我的这个 Linkus 团队就是这个 Mr. Eden 还有 Wesley 还有这个 Dato Galvin， 谢谢你们。